其实非常开心啊，娱乐百分百今年可以入围这个综艺节目的奖项，然后我觉得其实是蛮与有荣焉的，对啊，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金钟奖，对，非常的荣幸。没有，因为我觉得我还是素一点的好，因为女孩子呢在这种颁奖典礼就会穿得非常的亮眼，对，所以呢我就在旁边陪衬一下就好了。我的衣服是 DH Wedding 的，主要就是想说还是热影热线就好，然后优雅，然后比较可以好移动，对，因为毕竟等一下就要立刻上台颁奖。哎呦喂啊，这个呢是我们金穗搭歌美男女的夏可琳跟嘉倩姐，夏可琳呢凭着生动诙谐的表演方式入围过两次而上节目主持人奖，而嘉倩姐呢也通过让李光的故事第一次入围戏剧节目的女配角奖，就一举夺金。今天跟她的夫妻俩将一起担任我们的颁奖人。其实今天真的蛮轻松的，但同时又为了入围者紧张，因为其实入围者有我的师弟跟我的好朋友陈恩，然后很希望他们都可以拿下金钟奖。今天一定是还是台湾品牌裤子、西装、鞋子特制的这个蝴蝶结让台湾的设计师能够在三金典礼再一次被看见。好，谢谢大家，辛苦了。夏威夷风衣哦，对，这是台湾品牌，不过最主要的这个意境是希望，因为交通科技很多烦心的事嘛，希望可以让它海阔天空的感觉。对，谢谢。好，算了，我们今天重点是对。作为入围者，谢谢。好，因为很久没有出现，然后我老公鼓励我说：“你这次麻烦你给我好好穿衣服。平常不是平常，因为他喜欢我秀一下自己的身材，对，所以他就说你这次麻烦性感一点。然后呢，我就跟那个造型师讲一下说，因为就是符合我老公的需求，所以。”我今天这样穿你满意吗？很漂亮啊，你看，腿要看一下啊，腿。可是胸部的部分你不要讨论太多了，女儿不赞成。对，其实这个部分因为我也比较保守一点，所以其实我今天。啊，不是，不能这样说，就是平常的时候比较保守。那生完小孩之后呢，我觉得我应该要开放一点。那平常你也知道，长辈很难跟大家说，就是很难把长辈请出来。所以今天呢，就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盛会，那把我自己的诚意那个也表现出来。那再来呢，就是说，因为这件衣服蛮逼死人的。